棒主要是种于屏东市归来。现在牛蒡有两个生长的地方，一个就是台南江区，另外是屏东归来。然后我们的归来的牛蒡是日本的品种，日本柳川，然后在台湾种植。种子来的时候都是坐飞机进来，一罐大概是4000块台币。然后我们的土壤，它主要是用半砂石壤土或者是砂石土壤来去种植。现在主要是卖牛蒡生鲜产品，采收完两个月以内是它吃的时候是最好吃的，过两个月以后就是主流是牛蒡干，等一下我会拿牛蒡干给你们看。欢迎来归来吃牛蒡。